回去吧，肯定来呀！二叔，喝点茶，来，我来吧。嗯，这个你不懂，我把药弄好了，你拿去，让新龙喝上。咋了？新龙他不想吃药啊？ 你把药面掺到饭菜里。行。各位，我来到咱们后石沟村啊，当第一书记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是吧？这段时间呢，跟大家学习了不少，也长进了不少。哎呦，没有，跟您学了不少。在这个过程中啊，我也发现，咱们村儿。 除了蔬菜业、煎饼业，能一时解决咱们的温饱问题，但是想真正致富，这的确很难，而且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。比如说，未来万一再遭遇到这种天灾人祸，我们真的很麻烦。所以说呢，我认为下一步啊，我们村急需找到一个新的产业，新的经济增长点。 我知道我来了之后啊，大家很多人都在说，我这个人太爱玩儿，是，这是事实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恰恰也就是因为这个喜欢玩儿，让我有了一些新发现。最近这段时间啊，我把咱们隔壁这个海清村啊，基本上都跑遍了。我是真心觉得这个村儿山美水美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把咱们村儿。 结合海清村以及周边其他的村儿，是不是可以办成一个旅游景点儿？到了周末的时候，可以吸引城里人到咱们这儿来度假，让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爬山、玩水、钓鱼，放松身心，重温乡村田园的生活。而我们呢，趁此机会，可以给他们提供餐饮、住宿，来赚取咱们应该有的一部分收入。 其实我改建谷仓啊，也就是基于这个想法，啊，只不过我没有提前跟大家沟通啊，因为这需要我先来验证一下，所以说，昨天啊，我才请了那些驴友到咱们这儿来。海棠归来啊，昨天除了你们俩不在啊，像李主任、一民叔、进宝，还有赵玉喜，跟我一起陪着他们吃喝玩了一天，陪他们一起感受，同时呢。 也是希望让你们感受一下。这是这些驴友啊留下来的3000块钱，本来呢我是跟他们说这就是一个体验游，绝不收费。可是没办法，他们觉得呀这短短一天的时间玩的值，死活非要每人300块钱留下来意思一下。这一天就3000啊？对呀，就一天啊！你们也都全程陪着了，对吧？这是因为他们觉得玩的值。 所以今天开这个会呢，我也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这个民宿的事儿，到底可不可行？大家到底是个什么意见？赵一喜啊，你昨天也跟着跑了一天，应该有很深的感受吧？啊，你说说你的想法。孙书记，您刚才说的这么多，我是打小山上野惯了。 您说的那些山啊、水啊的，我都审美疲劳了，没什么感觉。其实能不能吸引城里人来咱这儿，我以为关键是在于咱村除了您之外的主要领导办事儿能力高低与否。我觉得咱应该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呀。赵玉喜，在说办民宿呢，你别往别的地方扯。李主任，你什么看法？ 啊，孙书记，其实这个办民宿呢，我个人还是觉得我支持您，但是吧，这个办民宿，需要投入资金去改造房屋。
这个钱从哪儿出呢？这是个难题呀。是可不是嘛？你说这个农村工作，那最难的就是让农民掏钱了。金毛，哎，你什么看法？啊，我昨天呢，我是深刻的感受到孙书记啊，为了咱们村的经济建设啊，为了乡村的振兴，高瞻远瞩、深谋远虑这种规划，事事冲在前面，事无巨细，就这种精神，完全的打动我。金毛，金毛，别这么说啊！其实我没有你说的这么高大上，我就是觉得我做的都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儿。算是。别谦虚，行吧？你就直接说，你对办民俗这个事儿什么看法？首先，孙叔，您这思路太好了，我是完全的认同的。但是我作为这个15年的会计和村里的钱袋子啊，我必须得跟您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就咱们这个村吧，你要给他发钱，哎呀，那高兴的锣鼓喧天。你要是让他们从兜里拿钱投资，这比登天还难。我明白，这个事情咱们后边再具体的商量。本来呢，我也是想先把谷仓办起来，也绝对没有说强行让大家按照我的意思去办。事实上也不能一拥而上，我就是想先用谷仓来做一个实验点，然后再找几家愿意干的，咱们一块带头开几家，这样把我们村的民宿业往前推进起来。海棠啊。你觉得我这个方案可行吗？孙书记，我觉得这思路行。咱们村的人没冯静宝说的那么不招人喜欢。我没说啥呀。你不是说咱抠门吗？那对咱有好处的事儿为啥不干啊？孙书记，您说这个先在谷仓办一个是吧？那您就先示范我们看一下呗。好。还想跟大家说个消息啊，我之前啊已经联系了城里的一家公司。他们呢，正好要举办一个很盛大的签约仪式，所以我就想把他们请到我们谷仓来，正好也借助这个签约仪式啊，把我那个谷仓民宿开业正式办起来。哎呦，好，这个，孙书记啊，我特别支持你先树个典范起来。农民吧，这主要是见到前头啊，他就会跟风。对，孙书记，哎。里应外合，声东击西，你这把成了。什么声东击西？这跟声东击西有什么关系？你个马屁精！措辞不当。行，这个不管怎么说啊，感谢大家对我的祝福。我也希望大家真的回去能好好想想，看看能不能由我们村委先带头干起来。啊，哎，好。啊，那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。行。孙书记，我想私下的跟您汇报个事儿。明天我准备正式的祭拜一下赵家祖堂，到时候赵氏群众的中高层都会来，要不您赏光也来瞅瞅。明天啊，我谷仓的事儿实在太多了，实在抱歉，我参加不了。别呀，门对门的事儿，你就来一下嘛。哎，实在抱歉啊，确实来不了。你跟二叔说一声，一切顺利啊。哎，孙书记，哎，不给我面儿啊。你会知道我的能量。二叔来了，二叔早，来了，二叔，二叔，二叔，哎，二叔，二叔，一大早来这么多人，谁让你们来的？来干嘛呀？不是，二哥，说你不是把祖堂钥匙给老八了吗？老八今天想亲自主持一下，就是叫他们特意过来看看。是是是，是对对对，嗯，看看。不是，二哥，你就不想也看一看吗？不看了，这么多年看了多少回了？不是，二哥，今天意义不一样，这是老八第一次亲自主持啊。他主持吧，我忙着呢。我上山给兴荣找点草药去。啊，这是福贵啊。嗯，告诉大家啊，进去的时候都小点声啊。好。
杨姐，都小点声，听见了没有？啊，哎，我觉得二叔生气了。什么叫生气了？人家什么眼神？你考虑不过来、啊？我告诉你，二哥这么做那是放手让老八带领赵家的意思啊！哎，大家注意了啊，八叔来了！哎，八叔。八叔来了，八叔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老伴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，老伴，这这这，哎，老伴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，让让让，都让让，八叔，热起来啊！大家是自主的欢迎你，老伴，哎，别进去，你得说两句啊，安静，安静啊，先进来吧，啊，先进来，先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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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进进进进，走走走走走。你说这四喜是不是缺呀？啊，这是要把自己整死的节奏，可不是吗？这八叔这弄的要登基了。行了，记着啊。一定要有亲和力，明白了吗？行了，走了。来，为我们老赵家新的当家人鼓掌。行了，说两句吧。诸位，咱老赵家在后石沟村百十口人，几百年来从来都是拧成一股绳。用一个声音说话，以前二哥是大家的声音，现在大家也看到，二哥把祖堂的钥匙给了我，让我负责祭丧。身为咱老赵家玉字辈的八叔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义不容辞，正式担当起咱老赵家当家人的重任。以后我就是大家的声音，我代表你们在村里说话，为我们的声音鼓掌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八叔多有气质啊，多有小二叔的气派，是不是？那是啊，二叔在咱们村里边说话一言九鼎，现在咱们八叔怎么着也是一言七鼎了啊。那不还差了二鼎吗？这差两鼎可以努力。玲，别捣乱。我就是觉得吧，好像二叔还没有明确表态说他不当咱老赵家的当家人吧。哎，八叔，你看你今天弄这么一出，是不是有点迫不及待了？是啊，就是有点迫不及待了。你要想当新当家人啊，你光把那照片放在那儿也没用啊。我们需要的是能力，需要的是品行啊。媳妇儿，不能再等了，我再给你最后一天时间，你把李建安从老房子里边赶出去。咱们不是说清楚了吗？已经应下的事儿不能反悔。哎呀，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？你知道外头现在风言风语的传成什么样了吗？就刚才赵美凤还说李建安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把你勾走了呢。赵美凤那嘴有多损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自己心里明白不就完了？媳妇儿，你不管是吧？行，那我开始行动了啊。哎，张玉玺，哎哥，你把那个电热毯找出来啊，我现在回家拿一趟。哎，好嘞。
行，那么简啊。哎，孙书记，门没关，进来吧。啊，好。哎呀，不是孙书记，哎呦，这是怎么还？谁呀？谁这么催他？啊！我的妈呀！哎，孙书记，这肯定是赵玉玺，这个人老干这种下三滥的事，不是一回两回了。哎呀，对不住啊，孙书记，肯定是想害我，结果连累到你了。你放心。这个事儿我一定要追究到底。来，孙书记，进屋，我给你收拾收拾。不要不要，哎，酒你留着喝吧。这事儿你说的对，必须得追究到底。孙书记。谷仓门没关，我就进来了。这么晚来什么事儿？你什么你啊？后边一路跟过来的吧？啊？其实你早就在李建安家门口了，对吧？本来想看着李建安中招，结果没想到受伤的是我。孙书记，你太厉害了，这推你全推出来了。站起来！谁让你坐？孙书记，我来就是真诚的跟您赔礼道歉的，对不起。不过您得相信我，我发誓，我绝不是针对您，我就是想教训一下李建安。谁寻思您今天晚上去他那儿了？而且时机还撞得那么巧，你时机是够巧的。我来村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是李建安第一次请我去他家，说喝口酒聊聊事儿。孙书记，是这样啊，那个。你上回说那个民宿的事儿啊，我突然有点小想法，想跟你聊聊。没想到就是为了让我去他家门口，感受一下你精心设计的这个天女散花。李建安也行，早就发现了，还专门让我去，让我感受一下你这人品。我人品怎么了？瞎包怎么了？我现在总算明白了，你口口声声说别人瞎包，我看最瞎包的就是你。采用的方式之恶劣，人品之低下。哎呦，这不过正好孙书记，您可以换个角度想啊。你看李建安，他为了贬低我，不惜故意借刀杀人。我的天哪，孙书记，您现在能体会到李建安这个人品之黑了吗？刀总是你的吧？刀总是你的吧？你看看。洗了三遍了，现在还黏黏糊糊的，都能包饺子了，快！你去，挺柔顺的呀。哎呀，而且特别香，这洗发水什么牌的？我也买一瓶。赵玉玺，你有没有点正形啊？我错了。赵玉玺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嬉皮笑脸的。你跟李建安，你们俩对我做的这一切，我会牢牢记住，我不会这么轻易让他过去的。别呀，孙书记，你就记住李建安就行了，别记我呀！我真的跟你道歉，要是你还不解恨，我再弄点面粉来，你泼我脸上，我绝不反抗！真的，我真心实意给你道歉，我下跪都行！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孙书记，我真给你跪了，我单膝跪地。你少来这套，你行，坐那儿。赵玉玺，我告诉你。你不要奢望再用以前那一套蒙混过关啊！我今天非常严肃地告诉你，如果你真诚地想向我道歉，并且想征得我的原谅，那你必须得答应我。你跟李建安竞争可以，但咱必须竞争在明面上，为了咱后石沟村发展有利的明面上，你不能凡事用这种黑招、阴招、背后暗招，有失格局。格局懂吗？关键是。这容易伤及无辜，你明不明白？明白明白，孙书记，您放心，以后我绝对不用暗招阴招了，以后我一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李建安干。我的天哪，谁让你当面锣对面鼓就跟他干了？我，行，我看看，我跟你也说不明白，赶紧走吧。我再说，我就该感冒，你赶紧。
快快快快快！那睡觉。你早休息。哎，对了，孙书记，你那洗发水什么牌子啊？我买瓶。面粉牌。哎呦，我错了。明天我给你送一袋。不不不，你休息你休息，孙书记，对不起。我错了。出去把门给我锁上。哎。我给打电话之前，我真应该多想想。 孙光明那么聪明一个人，他能不知道你是为啥？他这事儿吧，比教育局更恶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那走的时候连头都没回啊，真的生气了呀！谢安，你平常就算耍那小聪明，这么做不对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哥哥，你这事儿你就别说我了啊！那怎么办？那我去找他。哎呀，你呀，现在先憋肚子里，看看再说。解释啥呀？ 越描越黑，你知道吗？喂，林毅，早啊！太好了，我明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亲自到人家公司去跟人谈这事儿。 孙书记，我们公司这次签约仪式相当重要，来宾也都是重量级的。我对您这个谷仓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么重要的仪式，说实话，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呀。秦总，这样我先给您看看图片啊，来，您看看，这是我改建之后的谷仓，完全能够满足您所有签约客户的饮食。你看，这是厨房。 这儿还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所有的宾客都可以看到我们菜是怎么做的，而我作为主厨，菜品味道您就一百个放心。啊，这是咱们进餐的前厅，够宽敞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接着说，这儿就是我们这个谷仓的后院。签完约之后呢，各位这个宾客可以在这儿喝喝茶、晒晒太阳，啊，这会是别具一番风格。 不好意思，骚扰电话。啊，然后我们谷仓啊还有客房，可以提供午休。当然，如果说不需要休息，有精力啊，这些客户呢可以到我们周边，我没拍那么全啊，有水库，有山林，大家去走走转转。晚餐咱们就在这个谷仓吃啊，然后我可以搭配清爽一点的农家菜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一下，您先看一下。 喂，哪位？我是及时雨现金贷。啊，对不起，你打错了，我不需要。那你是孙光明，这没错吧？你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秦总，我门口接个电话。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？我不需要贷款。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？我不需要贷款，但是你需要还款。还什么款啊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担保的贷款人，我们现在联系不上他了。我们只能来找你还这个款。担保啊？ 我从来没给任何人担保过。你说我担保的这人是谁啊？贷款人叫徐唯一，当初跟我们借款的时候，他说让你做他的担保人，还跟我们说如果他还不上，就让我们找你要。现在这个人我们电话打不通，消失了。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我们只能来找你还这个款。孙书记，秦总一会儿还有要事。稍等啊。那行，那这样吧，你先给我发个地址。 你们谁是负责人？你找谁啊？哦，
我叫孙光明，是你们刚才这儿给我打电话，说我给徐唯一做了担保，让我过来。哎，来来来，咱们慢点说，来，快给倒凉水。来，你都上来。哎，来来来，您坐您坐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来坐。哎呀，哎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这些个人信息的？徐唯一告诉我们的。您看一下这个，贷款人徐唯一，贷款金额12000，到期还款金额16000。这后面呢是他的身份证复印件。您看这个是您认识的那个徐唯一吧？是，我是认识的。认识就好啊。明天12点就是他的还款期限，现在我人找不到，电话打不通。我找您来过来帮他还钱，这事儿没毛病吧？不是，他借的钱凭什么我让我来还呢？凭担保人这一栏上填的是您的名字呀。哎，我说你是他的男朋友，女朋友借钱不还，男朋友帮忙去把这个钱还了，这个事儿其实你等你先等会儿，我有两件事先必须跟你说明啊。第一，我不是他男朋友，他也不是我女朋友。其次，我没同意过给他当这个什么什么担保人，而且我严重怀疑你们这种放款催款的方式并不合法。我们就是这个流程啊。哎，上那边联系。你看啊，你作为她的男朋友不想还这个钱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多给您打几次电话，实在不行我们往村里多走几趟。您是公家人，我们对于公家人可是一点辙都没有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啊，这个冤有头债有主，我觉得我们还得去找找这个徐唯一，找一找他的家人，让他父母看看能不能帮忙把这钱还上。再不行我们就发动一下广大人民群众，发朋友圈什么。别，这事儿虽然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认为你们还是先别激动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先去找找他，行吗？可以啊。喂，光明，怎么了？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，你最近跟徐唯一联系过吗？我有联系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我正到处找他呢。你这样，你能把他家里的地址发给我吗？你们怎么了？哎，不是，他把我的手机、微信全都拉黑了。你把他得罪了？那个，回头再跟你说吧，好吧？你赶紧，你先把他家里的地址发给我。你找谁呀？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徐唯一是住在这儿吗？已经不住这儿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欠了2个月的房租，昨天晚上就给赶走了。林导，你怎么找到我了？第六感，
你找我干嘛呀？你说呢？徐威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这种不正规的民间贷款，他们的钱你也敢借？应急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。那你应急，你把担保人填我干什么呀？还把我的身份证号码、手机号码、家庭住址全部都泄露给对方，你这是严重侵犯我的个人隐私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一五一十的把担保人顺序给写完，人家怎么会把钱给我们？那你凭什么把我填成担保人呢？因为是后世哥分了我账啊。是因为他们不给我3万块钱盖源费，所以导致我还不起月供。那迫于无奈，我只能去找借贷公司借钱啊。你是后世公司的第一书记，是赖账村的最高负责人，我不给你选钱呀、啊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能不能小点声？不能。哼，说来就生气，还说。反正现在借贷公司找我了，你说接下来怎么办吧？什么怎么办？你不要接电话不就好了？到时找到村里，你让赵林或者赵一水上去打他们，分分钟秒杀，知道吗？记住啊！这都什么逻辑啊？我是说你，你以后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吃完了回去睡一觉，睡完了以后在太阳照常升起，怕什么？你有地方睡，你还跑到车里边去睡？我告诉你，我找到你之前已经去你住那房子找过你了，房东跟我说了。你不交房租，交不起房租，把你给轰出来了。还有，那个贷款公司也说了，他会找到你，找到你的朋友，找到你的家人，找到你的父母，告诉全世界，你借钱不还。就你这样，你以后你还有什么信誉？你以后还找工作吗？谁敢用你？人家已经很崩溃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打击我？都是因为你和这个赖账村害了我，毁了我的人生。你还说我？你凭什么说我？为什么要打击我？你先别哭，别哭行吗？我要哭，我很需要哭。我已经愁了一天了，我从昨天下午开始我就没有吃饭，我就要哭，不要问我哭。别哭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先去取点钱，先把你借的这个高利贷给你还了，后边的事咱们再说。林导，怎么这么好啊？干什么呀？取钱。取钱你着什么急啊？又不是取你的钱，你先把饺子吃了。有钱了还吃什么饺子？走吧。走呀。不是，16000，正好。借款合同。哎，着急。哎，已经结清了。哎，像你们这样讲诚信的优质客户，以后但凡有需要，直接找我啊，我当天放款，咱们合作愉快。帮你还了借贷公司16000块钱的本钱和利息，这4000块钱你再拿着，后石沟村跟你的账就清了。这不对啊，后石沟村欠我3万，你应该再给我14000才对啊。本来我不想跟你计较的，但是就冲你这个态度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教你一点正确的金钱观。什么金钱观？你也得还够我3万块钱。行。那咱从头捋一捋啊。之前你撞了我的车，是你全责。本来你应该掏3万块钱，可是呢，你没钱，由我自己承担了这3万块钱的修车费，你是不是理亏啊？这点破事儿你还记着呢？我当然记着呀。我掏钱出来是破事儿，你钱没收到就是大事儿。行，我不跟你计较。礼尚往来，古桑改建的时候，你帮我搬了砖，刷了漆。我就算最大程度的慷慨，我给你2万块钱，那你是不是还欠我1万？好，我现在给够你3万，那么你得还我1万，对吧？这个账是不是就彻底清了呀？哎，真是小气，一个大男人把小女生欠的钱记得这么清楚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会没朋友的，更没女朋友。
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所有的账结清了，说说你吧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啊？你接下来的生活怎么继续啊？就拿着这4000块钱，包括那个按揭来的小豪车，天天吃住还都在车里边解决，然后等下个月还车贷还不起的时候，再去借贷公司借钱。我也愁着呢。徐一不是我说你，你就是懒。 你们的生活态度有问题，你现在的当务之急不应该是立志当个什么网红，你要去找一份正经工作。你大学不错，又是学传播的，我不相信你就不能正正经经的去应聘一份好工作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，这个英语挂科了，所以我最后拿到的是肄业证书。就算我去正规公司应聘，我也录取不上的。 你真是处处给我惊喜，那这么着吧，我帮你做个决定，把你那车卖了，减少你的债务负担。不卖，不卖也得卖。这车啊，肯定没问题，九五成新，里程表也都记着呢，跑了3000公里。您吧，先别自买自夸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先检查一下，行吗？你先到那边坐一会儿。哦，你们检查，你们检查。领导，领导，来来来，你坐，你坐。 领导，我们能不能不卖它了？咱不说好了吗？只有你把这车卖了，你才能减轻你的债务，才能负担你的生活。可是我越看它，我越舍不得，我都要哭了。你看。